我们始终不办高升，我们力求直播传真。各位大家观众大家好，今天是2020年5月14号，今天是星期四，我们在温哥华，现在观察一下现在邻居是怎么样，邻居非常安静，等这个车过去，等这个车过去，好，我们看一看，这辆Thank you from Lions for being there for us. Love to all of you. 这些估计是为了表达对战斗在一线的医生护士致敬的。不知道他是什么人，但是是一个可以知道他是一个非常加拿大一个非常有爱心的。这边还是有小孩的。这个是有小孩的，不错。好，我们继续往前走。就上次我们看的樱花现在全部掉光了，地上的樱花掉光了。那上次我们在这看到都是樱花，现在樱花已经全部没了，全部樱花已经化为泥了。原来是樱花，地上的樱花全部化为泥了，化为春泥更护根，这恰恰是第一代移民的精神。在室外走一走，散散步。我们现在走到这个列子文叫约翰 Center。加拿大这边有一个特别的优惠 ，Priority Access Frontline Workers， 凡是医护人员，全部免排队，只要医生护士全免。我心里面很热，感觉到非常感动。现在在约翰圣德这边都是大家在排队，每一个人是两米。这边是一个华人超市，我们看到，大家在这边排队的时候是间隔两米一个。好，我在这边也排个队。这张写的一个热血逆行，这边写的是一个 collaborate to separate， 保持距离，互相关爱。还有这边写的隔离者，如果你在文革病的，就不要排在这里了，止步，因为你有病的话，你要停下来。还有这边上面写的，只要进来这边，进来这个超市一定要戴口罩。这边他们超市呢在招人，在他的招人的广告里面写的，就是这时候是社区需要你的时候。上面写的一个就是 Your community need you， 另外呢他说 Join us， 是现在你要给我们参加我们这个协会。然后上面写的光荣奋战第一线工作伙伴召集中，他们招人的广告，那就是他们招人的广告。蜜雪热行啊，就是叫蜜雪热行，可以看到大家在这样。上面写的告诉你啊，最低工资是每小时16块钱。好，这是大古华，现在这个公司原来是华人的，据说现在已经卖给一个很大的一个公司，叫做。应该给一个加拿大人的公司吧。好，我们
这里是华人海外华人直播，我们始终不放高手，我们力求直播传真，我继续到里面去看一看。这边是我们的广告，当年奋战第一线大的广告，就在这里。那到里面的时候，我们要把我们现在在门口要有检测，看看另外一个同事，我们看看他是什么。进来有一个消毒的地方，看这个消毒消毒车，太粗，东南亚的真的香蕉，太香了。好可怜啊！你看人还是太多了。Social distance， 两米，到处挂牌子，上面写的1.5英尺 ，social distance， 两米。现在想看美女也看不成，因为每个人都是戴口罩的，所以我看见满城都是美女，每一个戴口罩的都是美女。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想象力，当你想象都是美好的，都是美好的；当你想象是差的，都是差的。好，下面是我要在这里面买东西，我是这里面的牛奶4.99元一桶，4升，这个是4.59元。Avocado， 不错，9.99元。再买一点苹果吧，看有没有苹果吗？在这里面。一袋苹果。苹果很便宜，苹果非常好，买一袋。这边还要一个减价的，非常好。好，这就是海外华人直播，我们始终不放高声，我们力求直播传真。好，我看看这个情形怎么样。
这边看，很多人买水。我们看到这些老外拍摄有人没戴口罩的。很多米，这个大米不缺。其实大家能够买一次就尽量买一车，一整车。来这边看看药房怎么样？药房这排队的人很少。这 pharmacy 药房它这边都装上了玻璃，装上了玻璃。排队的人很少。好，我们来这边看一看，这边怎么样？哦，这边是 check out， 我们看到他们站在这边。啊，有一个人指挥谁到谁那排队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就请在视频的右下方点击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。谢谢您的收听收看，再见。为了公众利益，请关注 stdfoodscandal.com。